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强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今天奇才后卫约翰沃尔接受了媒体采访，记者首先询问他是否真的如报道所说提出过交易申请。沃尔答道，无可奉告， No comment，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个，我一整个夏天都在拼命训练，以便能够为新赛季做好准备，这也是我唯一专注的事情。根据此前的报道，奇才总经理汤米·谢泼德表示，球队无意交易沃尔。对此沃尔说道，我和他关系很不错，我们就是聊了聊，努力解决问题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生意。记者追问沃尔，他们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，沃尔再次回应道，无可奉告，我就是做好准备打球，哥们，我只是想要做好打球的准备。编辑窝瓜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